中国美食。北京烤鸭。北京烤鸭是北京的特色美食，是烤鸭被骗出来的结果。炸鸡母虫。鸡母虫放在油锅炸，炸到外皮酥脆。石井火锅是一种可以很多人一起吃的火锅，它是一种鸳鸯锅。辣条，辣辣的零食，很好吃。小鸡炖蘑菇，这道菜是加上小米辣，再加上小鸡和蘑菇。四川毛肚，上图的图片是由毛肚和牛肉辣辣的，非常好吃。广东代表菜，这些菜是广东传出来的。重庆酸菜鱼，这道菜的成分有鱼、酸菜、水，非常好吃。秋蟹料理，厨师把秋蟹切成两半，再加上一点点的香菜。湖北代表菜，这些菜都是湖北传出去的。谢谢大家。